下雨天，车辆来来往往，前方一辆白色轿车突然擦撞中央分隔道，接着往右滑，撞上路旁电线杆，车子侧翻90度，吓坏后方驾驶。警消人员到场后，男驾驶自己爬出车外，站在田中间，一脸慌张。男驾驶说颈部受伤了，需要送医检查，爱车侧躺卡在电线杆旁。16号上午10点半，24岁曹姓驾驶行经苗栗市志公路行船路段，疑似路面积水发生水漂现象，车子失控擦撞分隔道，又撞上电线杆翻覆。是下雨啦，是吧？下雨太滑还是？对。你要去苗栗啊？对。那个是人吗？救护车赶到车祸现场，前方发生了3车连环撞。16号晚间8点多，61岁陈姓女驾驶行经国道3号南下154公里苑里段，内线车道有掉落物，但天色昏暗又下雨，妇人闪避不及，导致后方车辆追撞，3辆车撞在一块，妇人一度受困车内，意识模糊，消防人员紧急把人救出，连忙送医。记者彭志明、许玉文、王柏英苗栗采访报道。